2009汶川国际民谣音乐节开幕典礼，典礼开始。现场各位长官、各位贵宾、各位汶川民谣、台湾民谣的知音朋友们，大家晚安，大家好。非常欢迎大家今天又举茶来到我们风景秀丽的恒春半岛，来到我们恒春镇的西门广场。在我们的右边是有130年的这个恒春古城，就着这样古意盎然的美景，我们今天要将恒春民谣、台湾民谣向世界来发声。恒春的洛山峰、恒春半岛的潮汐，我想是全世界知名的。虽然今天洛山峰非常大，每一年的洛山峰都非常大，但是洛山峰所吹出的是我们恒春半岛的民谣，所吹拂着是我们恒春半岛的人文与思想。因为我们有恒春民谣，让我们恒春半岛的子民更加具有人文的素养。今天我们也非常荣幸的要将我们的恒春民谣推向全世界，同时我们也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世界上非常知名的民谣来到我们的恒春半岛。在今天的颁奖典礼一开始，首先我们要恭请我们屏东县的大家长陶启宏陶县长来为各位致欢迎词，热情的掌声欢迎陶县长。我一直来到恒春，我就特别想念居住泰戈尔诗人，淡淡主持的呼吸最新鲜的空气，哇，是人生最快乐的事情。但是有热情的弹唱自己故乡的歌，自己思念的歌，自己心情的歌，哇，那是多层次的享受。那恒春这个文化台会给很传达我这个音乐家才华的强调，把这个歌手包括来传承，或者是在文化，或者在创新，那么那个校园街两家的给大家给大家恒春民谣，但是偶然之间的是最下的高，或者说南恒春民谣这个观众在事业中应该就该给的就要转化，就要创化掉，哦，因此我们经济的洗脑，经济我们的好地方，把你刚刚讲第一关来，咱们去认识医疗，一睡就醒，就触动着那感动，触动那热海市的人了。啊，所以来搞一共同，是不是？那你看，咱一年一年办，一年一年咱来在一起，啊，一年一年把这个传承给咱的囡仔。如果恒春歌声，给你有这事业声门，那亲像爱丁堡。一个时代下去了，有那个音乐的氛围，
他们我来时阵，春城修炼超级的武学，让你的自己要表演哦。但每一个角落也是重点超前，在当我们有一群少年人爱心呐，要表演，我这个眼神多强，他就不是武学，是生机蓬勃的文化之城。阿弥好，那这个提点给那个文化。随便的观光事业，无烟囱的产业，哇，碾压碾压，非常容易。所以，演出欢乐，但是说有害，嗨这一分是纯正的，维护的最快的。一客人比你交家，需要金文来灌溉，金文你家都先放我来讲水，我来你锅匣，我们你们刚想到的锅匣。你那是很定就，阿那是一片光和调调，阿那基础给做起来，那起码要定就，有个怕点的接触点，把这个护城河要把它维护。我们想象那一天，如果真的是这样的维护，想象有一天，恒春半岛不只有少年人海的春天大海。要是我认为一摇你看船上的哦，这个峡区就非常有文化厚度深度的图书，我相信这是一个转世界小世界峡区点水中心，但是这边胖点安全风啊，祝大家谢谢我们的店镇长一起来做主的成就，也谢谢我们店镇长你的胖点，谢谢我们的村民，但要换一流评分的群，谢谢大家，谢谢，谢谢，谢谢我们曹县长的名。